们看第二题。他假设海边哦有两座相距八公里的观测站，哦 A、B， 然后其中 B 在 A 的东方，而海中有一小岛 C， 同时位于 A 的正北方和 B 的呢北偏西30度的地方。某天，两观测站同时发现有一艘这个船递触礁，然后 D 在 A 的西偏北45度，也在 B 的北偏西60度，哦，所以这里是30度，这整个是60度。好，请由上面的叙述画出这个图，这个图这样画出来。第二小题，求 B 与 D 的距离，哦 ，B 跟 D 的距离，这是8，这是90啊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那我可以用什么？这是8嘛，这个是30，那30度的话，那这个我就知道，这几度呢？加起来全部180嘛，这样加起来是120啦，或者是135，135加上多少？30，165，这个加起来165。好，那180减掉165，这应该15度，所以这里是15度。好，那我用正弦定理哦，把这个 dB 算出来。dB 比上多少呢？比上 sin 90度加45度，会等于多少？8，它除以这个，哎，不对 ，dB 哈、哦、除以这个，它会等于多少？会等于。等于8哈，啊除以这个，sin 45度，好，啊这个是 cosine 是15度的，所以这是二分之根号二，啊这是四分之根号六减根号二，那这个可以约分了，2/4，所以 dB 哈应该等于多少？等于8根号二。再乘以跑上去2，再除以根号6减根号2，然后给它有理化，哦，这是16根号2，有理化有上下乘一个根号6加根号2，那下面乘以根号6加根号2就是4，4是16，所以这样就多少呢？根号2拿进去，或是一个根号2拿出来，就12得8。那拿出一个根号二，这就剩下根号3加1。哦，这是第二小题。哦 ，dB 啊，等于8乘以根号3加1。好，再看第三小题，求 C 跟 D 的距离啊，求 C 跟 D 的距离。好，那这怎么求？首先呢，我先把这个。AC 先找出来好了。AC 等于多少 ？AG 线段呢是8，啊 tangent 60度，8乘以 tangent 60度，所以这是8根号3，它在一致嘛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哈，我也把那个 DA 求出来，那 DA 怎么求哈？再第一个，这个是等于 dA 哈，啊除以多少？除以 sin 30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这是1/2啊。好，啊给它约分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dA 哈 ，dA 就算出来了。
顶多少？二乘上去十六，根号六减根号二，除以十六，啊除以根号六减根号二，然后给它有理化，上面是十六，根号六加根号二，啊下面就是下面乘以根号六加根号二就变成四，四是十六，所以等于四倍的。根号六加根号二，好，那 DA 算出来，DA 算出来哦，等于四倍的根号六加根号二，那我就可以用余弦定理，这个知道，这个知道，那就可以算 DC， 那 DC 哈、哦、就等于根号多少？根号 AC。哦、因为它都有公因数四，所以抽出四来，抽出四来，把四抽出来。我、哦、再抽出四的话，就是二根号三的平方加这个根号六加根号二的平方。我、哦、这已经算完了。然后减掉多少？减掉两倍的二根号三，再乘以根号六加根号二，啊 cosine， 这四十五度，四十五度。好，啊 cosine 四十五度哦，是根号二分之一啊，啊根号二分之一可以跟这约掉，这根号三。加一，好，那这样，四倍的哈、哦，这四三十二，加多少？六加二是八，啊，再加多少？二 ab， 就二根号十二，二根号十二就等于四根号三，四根号三，减掉多少？这是四根号三哈、哦。乘以根号三加一，所以是四三十二，减掉十二，再减掉四根号三。好，那四根号三可以约掉，消掉。那这加起来多少？加起来是三十二，所以是四乘以根号三十二。好，那这个可以抽出四来了，所以是十六根号二。所以这个 DC 哈 ，DC 是等于十六根号二。好，第三小题，十六根号二。